大家知唔知道火山爆发点样造成嘅呢？原来地球内面充满着炽热嘅岩浆和膨胀嘅气泡，在极大嘅压力下，岩浆便会从薄弱嘅地方冲破底壳，爆发出来，造成火山爆发。大家好，我叫 Warren， 我今日咧想要介绍呢个火山爆发实验。火山爆发实验嘅材料有火山模型、小苏打粉、柠檬酸粉、胶杯、针筒、匙羹、胶半棍和护眼罩一副。首先，火山模型要干身，不可以湿。将一斤匙羹的苏打粉和一斤匙羹柠檬酸粉放在火山口里面，然后再用搅拌棍搅匀苏打粉和柠檬酸粉，跟住胶杯里面放一杯水，再用针筒吸满，戴上护眼罩，用针筒的水注入火山模型，气泡就会开始从火山口喷出来，好似火山爆发一样。平时如果冇柠檬酸粉和苏打粉，可以用 baking soda 和白醋，都一样有火山爆发的效果。今日讲住咁多先，拜拜。